18:18，平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。从两年前开始，一到18分状态就不稳定，上场输谁都有可能。运动员伤病可以克服，技术可以提高，就怕心情。我见过很多很有天赋的孩子，就输在这个上面。太棒了，这个经验就是我们要的。你看他场上的气势，王者之风有没有？找教练要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一口气喝完，保证能把你胸口那股气儿给顺了。想着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出错，那小心翼翼的不过是太难得。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从青少年组别赛一路打到队里，成绩非常优。这两年我的最高纪录是21.8，那时候脑子里就一句，就是我真是个垃圾，为什么我还要站在这儿？场场都输的人还敢杀，可能还是因为想赢吧。孙南川，你们俩也去测一下吧。赢不了大赛的人测这个干嘛？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测一下。他不用，你能帮我亲自测测吗？我就信得过你。没问题啊。能不能别这么猥琐？你有毛病吧？你眼睛看哪儿呢？没关系，我可以。把我把那两台仪器先留一下。原来天开始了。情改变的决定不过是那么简单。好，可以了。测试成绩居然比金逸要好，今天谢谢你了。何洛云，你这小混蛋。我们总想着应该怎么做。心理咨询，加大训练量，改换技术动作，能试的都试了。板凳坐穿，送三人穿。关于金逸的长期约，我认为应该慎重考虑。这两天你抓紧弄一份新的合约。金逸的名字我已经跟高总提过了，一个星期拿去了。我在你身旁啊，敢把全世界合作愉快。听你说都不要紧，签约是我工作立场，不代表我个人的意愿。我向安叔了解到了关于你妈妈的事。15岁那年，差点打一场特重要的比赛，决胜局，18:18，差点就回头往看台上找他妈。那时候人家已经不在了，我估摸着就是那会儿落一个创伤。他走得这么彻底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的病，你别跟他说。耽误练球打比赛，万一我要能好呢，会回来找你的。要是好不了，让他孝敬你。我妈走了是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她是不要我了。我说你妈呀，去国外了，啊，当教练去了。那是川小，他天真的信了，觉得他只要能练出成绩来，就能见着他妈，玩命练，就好的我们都觉得。这孩子那坎儿是不是过去了？不再逃避，其实根本没过去。你知道你妈妈得病？大概2年前吧，我从安从的床底下翻到一封信，才确定彤彤当年为什么要走。艺术选了金逸，可我还是想选你。你也知道我的心情。我已经要退役了。真的想退役？宋三川。拿好这把牌子，把命搁里，练上两个月。两个月后的锦标赛，堂堂正正的迎进一次。我不练。你给我拿把新的呗。你又从哪蹦出来？我要吃饭了。接下来两个月好好训练。你们那个新拍子管够吗？管。
跷跷板了。想玩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如果有勇气就可以跨越时间，认知的距离。两个月后的锦标赛，敢不敢约一场？我还能怕你？行。原来天晴改变的决定不过是那么简单，确定更好的我们才成就了自己。我们总想着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出错，那小心翼翼的不过是太难得。身旁啊，敢把全世界留下，听你说都不要紧，宋三川，宋三川。